是真的好帅哦！没有，没有人这么写啊！人家明明写曹姐好美，好帅哦！红哥真的很会演戏，戏演的真好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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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大家公认的。红哥戏演的真的很好，对，只是外貌有一点点，走中了，着急一点。谢谢大家对我们家有喜事的支持。OK， 那我要吃饭了，等等还要继续拍戏哦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这里很热闹哦，因为我正在拍《家有喜事》，介绍一位帅哥给大家认识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五谷梁朝伟。你看我一开口大家就开心了。哎呦，哇，洪都拉斯真的好帅哦。没有，没有人这么写啊，人家明明写曹姐好美。好帅哦。大家有看家有喜事吗？对，洪哥演什么？演什么？演武德超。武德超，大家很多朋友都说武德超真的是新好男人，其实我没有演，因为我本人就是这样。是他真的是个好男人，对，因为讲话不要结巴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好男人，这样人家会怀疑讲话不够诚恳。因为对，因为他掩饰得很好。那我老婆是谁？我老婆本来是王彩华啊，后来王彩华呢，30年前抢了是雅兰姐的老公，所以雅兰姐只好嫁给我。啊，你是不是很清楚？对，很清楚。对，就是我跟雅兰姐之前30年前是闺蜜，然后就后来因为一个男人就变反目成仇这样。对对啊，每个都说好看。真的谢谢大家。他是说戏好看，不是你好看。戏好看是一定的，我们的剧本很好，导演拍得好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好，厉害。哎，跟彩华姐很开心能够合作这一档戏。其实我们合作过很多的戏。然后洪哥真的很会演戏，戏演的真好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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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大家公认的。洪哥戏演的真的很好，对，只是外貌有一点点，走中了，着急一点。但是是真的很有才华，演什么像什么。然后圣诞节刚过，然后也要跨年了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呢能够兔年行大运。现在正在放饭，在吃饭，然后等一下再继续拍这样。然后谢谢大家对我们家有喜事的支持。好，那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TVBS， 然后一定要看哦。OK， 那我要吃饭了，等等还要继续拍戏哦。Thank you。